有的人生活中非常强势，总觉得事情要按照他们的想法走才可以，自己有时候都没安排明白，就想着安排别人。碰到一些性格软的星座，宝宝可能就忍了，要是连下面的几个星座也想强迫，那可能是真的不要命了。射手，射手们不喜欢压力，向往自由，尤其讨厌别人给自己随意的规划生活，讨厌被要求做这做那的，就算是自己的对象，爸妈也得有点度，想要强迫他们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斤数再说，不然就算他们不反抗，撂挑子不干也是有的。白羊，白羊其实是很尊重别人的意见的，但意见可以提，是则不能有，尤其是以我是为你好为理由强迫白羊改变自己的，绝对不能忍。我们就是错了能怎么的，你越对我就越不想改，大不了自己承担后果就好了吗？狮子强迫狮子，你让他们的点往哪里摆，平日里没有人强迫的时候，他们周起来都超绝的，他们自己都害怕，就凭你还指望着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强迫狮子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，呵呵，先考虑好如何保住自己的小命最重要吧。水瓶，水瓶是个界限很明确的星座，大致意思来说就是某一件事情外人不能插手，有自己的坚持，不想被别人插手的事情绝对不会受人强迫。不然你以为我们水瓶平日里制造出来的疏离感是干啥用的？天蝎同你想着要强迫大佬的瞬间，你就已经进入了他们的狙击圈，自诩能力超群的他们绝对不会允许不如自己的人干预自己的生活，强迫自己变成小猫咪，尤其是那些想要强迫天蝎退出或是放弃的人，天蝎绝对不会让他们如愿的，毕竟谁都是第一次活着，你非要招惹别人管别人的闲事，那就别怪我的门反抗了。图片 from 鬼灯的冷彻。